大家都知道中秋节是我们台湾三大年俗的节日之一。八月十五月中圆，风吹微微带时雨，中秋月饼香果甜，家家户户庆团圆。在这个隆重的这个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年俗这个习惯，象征着一家团圆的意义啦。啊，在咱台湾呐，中秋节的前后，因为这油啊都好大出啦，吼、哦，啊，所以加上这个油，亲像保佑的油共音，啊，所以大家感觉讲这有保佑吉祥之意啦，吼、哦，啊，所以这个油啊，煞变作咱中秋节嘛一个应节的水果啊。在那个古农业社会的时阵，普通妇女平常时是真少出门，暗时啊更加无可能。但是甲中秋暝，都特别引准着查某人会当甲室外去散步赏月，所以当时嘿嘿嘛产生一挂这个念头：头班葱啊，通嫁好翁；头班菜通好嫁好婿。吼、哦，有这种。上间的讲法啦，意思也就是咧讲中秋暝即用啊，吼、哦，要袂嫁翁未婚的少女，趁着这個月色光光的时阵，爱去别人的菜园内底，甲偷满葱啊，偷满菜，啊，你就会当嫁着一个如意的郎君啦。嘿，但是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迄阵我妈妈每一当甲中秋的时阵，一定会做一挂麻糍。来拜这月娘神，哦，哎，阵这个麻糍是用安尼挖一碗一碗，用滴那个签的，哦，问这个土豆腐，啊，问这个，哦，这个糖粉，哎、欸，我感觉迄阵啊气味足好，哦，啊，暗时啊伫赏月时阵，除了食东食西，啊，咱阁有这广告啦、猜谜啦、哦、吟歌诗啦、哦、米烧炊啦，哦，所以去。咱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我早期根据着我的生活经验所写的八月十五是中秋啊。
月十五中秋时，他乡游子回乡里，天上月圆人团圆，家家平安庆丰年。